正确的果岭旁切干方式，身体动作。首先站姿，双脚并拢，脚尖与膝盖同朝左侧，保持你的手臂和胸部贴近一点，确保你的身体旋转动作夸张一点。收杆的时候胸口朝向目标。错误示范，切杆的动作是胯部与胸部同步，上杆的时候保持手臂与胸部贴近一点，下杆的时候要确保你的手臂放松，要上半身和下半身一起旋转出去。